来吧，我们先开这个三色币，我决定给还是给，因为还有三，它有两个另外两个颜色的嘛，所以这个潘朵拉980，我还是给妖精开。那这个这次开，来了，没赚了，没赚，不要再叫我，不要再叫我客，没赚，来了。不要拍桌，拜托！不要拍桌，拜托！不要拍桌，拜托！不要让我拍桌，来吧。首先，神秘的守护石箱，来喽。第一包，这个可以开到两颗到十颗，拜托，给我一次十颗，让我们来加码去开守护星。第一个，两颗；第二包，三颗，加上去，加上去，两颗，不要，十颗，烂，简直烂，九颗，烂透了。来，名誉币箱子，第一箱，十万。拍手，今天只有拍手，没有拍桌，轻松十万。第二箱五万，哇、哦，完美 ，Bravo！ 第三箱一万，第四箱一万，第五箱一万，我干！第六箱万，哎呀，二十万了，二十万了，二十万了，又十万！这礼包可以买呀，又十万了啊，轻松啊，两万、一万、十万，哎呦，我操，十万很好开啊，三十万嘞！一个十箱，我已经开了三十几万了，四十万啊！再来一万，有吗？五万，又五万了、啊，一万还有吗？一万，哎，五十万，让你们惊艳一下，最后五箱，一万，两万，一万，一万，两万，啊干，老师，晚节不保，简直是晚节不保啊！你看这个随便开就三十万，我现在币哇两，我他妈的名誉币比金币还多，276万。刚刚也是不是有人说他都开一万的？感谢你们帮我把那些分母都给垫掉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换角色，现在换妖精了。妖精来尬另外一包，妖精现在要来尬守护星石。今天身为一个赌神台，守护星石是基本的。来，守护星。那我们今天换这个900，这个听说很容易开到祝福卷轴，我们试看看。三色币箱子。哎呦，这干这个好爽哦！一次给三箱，哎，一次给三种颜色，然后每个都开到一万到五万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先从魔法娃娃硬币，来魔法娃娃硬币，第一箱一万，哎不好、哦，多一点五万，哎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两万，再多一点，看娃娃币陨落，娃娃币死去啊！后来再来换变身币，来变身币，第一箱两万，第二箱十万。各位又十万，十万就是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随便开，随便十万，我又十万了，对吧？一万，再来又一万啊！这个没有好，又是十万了。来，名誉币，我不缺名誉币，但是我还是要开给你们看。来，第一箱一万，第二箱两万，来个十万，来个十万啊！名誉币死掉了，死掉了，但是变身币有，变身币有，代表我又可以继续，我现在139万，很快又可以再存下一个。来，重点是这个，重点是这个，这个可不可以给我祝福卷轴？受祝福的房卷，受我他妈我要祝福卷，你给我三张住房。来，今天第三趴守护星石尬起来。来，守护星石你们自己挑。来，一二三四，哎，出现，哎，上面几号？GG哥说三号，来第三张三号，来GG哥能不能飞黄腾达就靠你了。这一张这一发五千钻一单。一单，这点一下就是一单，懂吗？这点一下就是一单了。啊、点守护星石真的他妈逼死人！好四嘛，他妈四，我看有多四，来四，你们不要讲了，四，你们在考，你们在考啊，在考啊，在考啊，有种 ！Oh no！各位观众，一万钻，妈保底嘞！这什么烂东西啊？到底什么烂？哎、欸，守护星牌 NC， 你出这什么烂系统啊？这搞他妈的，有人一发入魂，有人点到保底，这个价差太多了吧？那么这个花费完全没有一个基准点，懂吗？我们的平衡点呢 ？balance 呢？说好的公平，说好的公平。你这我刚刚点两发一万钻哦，一万钻大概就是，大概就6000台币吧，啊6000台币，你看游戏这样子啊，
点两下，6000台币就没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有结束。你们以为今天结束了吗？我继续卡，点装备才是重点。我们的光之手环 ，This is important。来，我们今天能不能站破百？看这个了，来这个礼包。那我们今天做变身级，变身抽卡，最高级抽卡包，最高级抽卡包，当然这个啦，一次11包，应该没有人做这个吧？我们的前田说，这个只变单抽就可以了，不需要11抽。你有运气的话，一抽就中。好，不管，我没有运气，我就烂。来吧，11包抽下去了。已经开了，来不及了，停不下来了，我停不下来了，我的右手，我的右手，看这个台面，应该是满绿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拜托不要11绿，我不要11绿，不要11绿，拜托求你不要11绿，最后。没事，欸，靠背，我差点做到防御手环，干你老师，吓死我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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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礼包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要买吗？因为它这个可以让你拼，这个可以让你拼这个，拼加二到加七，所以这个的性价比让你投报率是蛮有转换率的，就是你可以拼看看这个。那我们今天因为我的防御已经加5了，所以我现在搞英雄，全部都换英雄，英雄 all in 好吗？英雄 all in， 肩甲加7的，我肩甲内衣都加7，所以我肩甲内衣不用搞，直接英雄 all in。来，我们开这个，这个也是很暖，开始加7，第一个加2，第二爆加3，第三爆加2，拜托加5以上，拜托加5以上，让我早点毕业，加4，5，有希望了，加4，加2，最后一包。加7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机会留给戒指，我们等一下还有戒指。好，今天没了，丁丁死去。现在看换这个，我们今天还结束。这个我要目标是加5，目标是拼加一颗加5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小垃圾点掉。这个听丁特说很好点啊。我们现在有两颗加4，一二三四个加3。来，第一箱啊爆。来，第二个加3，又爆了。来，加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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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四个加4，有没有机会一个加5？有没有机会一个加5呢？来，第一发加5，很好点吧？听说加5不难上。Oh no！ 第二发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身上先点，我身上的没有点。身上的先解掉，来加5，让我成长，2600换加5。这个礼包我跟你们讲，所有的饰品礼包就只有手环要跟，所有听我说很重要，我讲第三遍了。所有的饰品包就只有手环是必跟，因为手环你2600，你去正常点，不管你站着点、坐着点、倒着点，边拉屎边点，你要2600换到一颗加5，几率都很低。今天这个礼包直接让你保底加4，而且让你换一堆加3，让你换一堆加3去拼加6、加5，这个几率是很高的，期望值是很高的，所以手环是必跟。我现在直接加5，那我再一颗加5，搞不好这颗也加5，搞不好它，搞不好两颗加5。搞不好没有了，欸，搞不好就这样子，很难讲，很难讲。那我们今天毕业了，好吧？今天 KPI 第一个完成，好怕，我真的好怕，我这个手环没有加入。来，我现在就是双加，我的账号价值应该，欸，我账号的价值应该要提升了吧？算提升，另外我的账号价值提升了100块，100块，两颗加5手环，毕业，以后我就不用在这边换这个了，哦，轻松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